记者会。今天呢、为了让水下文化资产保存教育得以真正的向下扎根，由文化部指导，文化部文化资产局与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再度携手合办潜行探索台湾水下文化资产特展，而首场的展览就即将在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正式登场啦！让我听到大家的掌声好吗？谢谢。而在这一次的特展正式开始之前，我们邀请到了台湾当代的新锐舞团红舞制作，为我们揭开展览的序幕。这次的作品以穿梭在过去、现在这两个时间点作为发想，感受船只穿越世界之海，航行到台湾，遭遇风浪而触礁沉船，在海水的隔绝之下，时空凝结了。而这表演呢，也等待着我们后人揭开时空胶囊般的神秘面纱。接下来，请让我们打开感官，一同欣赏由红舞制作带来的舞蹈作品《Formosa Love》（福尔摩沙之爱）。
陈廷瑜带来的精彩作品，谢谢谢谢。而我们今天呢，也相当荣幸邀请到了许多长官贵宾和我们一起携手来保存宝贵的水下文化资产，而也邀请呢待会晴雯超明道的长官贵宾在原地起身向大家挥手致意，让我们掌声欢迎文化部文化资产局主任秘书林满元林主秘，主秘早安，谢谢。欢迎国立科学公益博物馆馆长李秀凤李馆长，馆长早。欢迎文化部文化资产局古物遗址组组长周燕汝周组长，组长早。以及国立科学公益博物馆副馆长吴佩修吴副馆长，馆长早安。国立台南生活美学馆馆长黄琼莹黄馆长，晚上早。欢迎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南科馆管理中心主任田诗涵田主任，主任早。欢迎国立高雄科技大学造船及海洋工程系洪文林洪副教授，副教授早安。而另外呢，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我们科工馆在地的好朋友，也就是我们安发里许俊毅许里长，里长早，欢迎里长。紧接着我们也要邀请到我们科工馆的大家长李秀凤李馆长上台来跟大家讲几句话，打打招呼咯，馆长早。哇哦，林主秘周组长洪教授，还有我们这个田主任啊，还有我们在洪馆长，我们在座的所有嘉宾哈、啊，还有媒体朋友，大家好。好，早安。今天很高兴哈、啊，我们可以跟文化部合作哈、啊，文资局这边哈、啊，一直以来对于这个水下文物资产的保护哈、啊，它是非常的重视，而我们也有幸可以共同参与这项的工作哈、啊。那台湾其实四面环海哈、啊，海洋绝对不是一个阻碍，它反而成为我们可以跟外界沟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从这个我们先民渡海来台哈、啊，到这个大航海时代哈、啊，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那但是因为可能天后可能一些人为操作哈，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总难免会有一些沉船，或者是战争造成的一些沉船的事故。可是海洋同时也是一个很好可以保存这些文物的一个场域，所以呢，透过这个海洋文物、水下文物的一个我们的探索，其实可以了解到我们先民或者当时的一些文化的印记。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对于这个水下文物资产的保护，从联合国2001年哈。有这样的一个公约，到我们2015年啊，我们政府也通过了这个水下文物资产这个保存法这样的一个法令。那到我们课纲2018年哈、啊，大家知道，对不起，1018课纲，我自己曾经参与的课纲，我把它说错了，是有点丢脸啊。108课纲是政府非常有系统的在这个因应推动12年国教水土所推动的一个课纲哈，它的连贯统整是以往课纲所没有的一个特色。那其中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这个海洋教育哈，那水下文物的这个保存更是其中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哈。那当然我们这个2020年哈，应该就是前年而已哈。那行政院这边也有一个我们国家海洋这个
这个政策白皮书哈，更是强调我们台湾四周围因为环海哈，可能有一些政治因素哈，大家或者一些以前可能有一些管制了哈，所以我们国人对海洋的亲近其实不是那么这么的热切哈，但是我们四周环海就是我们最大的资产，这个其实是应该透过我们民众哈，还有我们政府部门共同努力哈，让我们可以跟海洋更为亲近。那科工馆哈，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作为我们是南部重要的一个科学馆所哈，科普推动的一个馆所，那很高兴有这样跨部会合作的机会哈。那这从去110年开始哈，就有这样的一个特展哈，就是那个特展是那个长水秘曲。对不起啊，我现在年纪大了，有点记不清楚。但是我知道那个展示，因为我刚好还没有来得及参与啦哈。但是我们这个潜行探索台湾的展哈，它在去年就开始策展哈，很高兴在开春就有机会来展出。那今天1月13号，一直到我们会跨越中间有这个非常长的这个连续假期哈，我们春节的连续假期。那再加上我们228也是连续的很长的一个假期，然后一直到春节了哈，春假，好，就4月5号哈，所以从1月13号到今年的4月5号是我欢迎我们南部地区哈，其实也不一定限于南部了哈，大家从北部到南部来玩的话，也欢迎到我们科工馆来看这个非常具有艺术性。其实刚刚一开始就是一个艺术表演哈，那这个就显现了我们政府在推动，不管是科学哈，或者是我们这个包括这个水下文物展哈，都希望结合艺术的这个元素哈，让艺术跟科学是可以齐头并进的哈，也可以同时去展现。那欢迎大家来。那也预祝我们今天活动哈、可以顺利成功。然后其实这个展不光在我们这里展了哈，接下来它其实会到花莲的石雕博物馆，还有我们台南的文化园区，最后还会回到我们这个文资局这边来做展示哈。那其实这一整年当中呢，我们全台各地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展，但是呢，请我们南部地区，我们高雄地区的民众哈，特别是我们在地的安发里啦、希望我们各里啊，我们牧林里有14个牧林里哈，大家都鼓励我们的这个里民哈，能够来到我们馆内哈，特别是过年有10天的假期，可以来看这个展哈。那祝福各位身体健康，谢谢。谢谢馆长带来的祝福，也期待这次展览可以让我们参观完之后都可以成为水下文化资产第一线的保存者哦。紧接着我们也要邀请文化部文化资产局主任秘书林满元林主秘上台为我们讲几句话，掌声欢迎。谢谢馆长、副馆长，还有我们童老师，好，还有我们在场的各位嘉宾，好，大家午安哦。我今天真的很开心哦，有机会来参与这一次的开幕式哈、那因为水下文化资产其实是最近比较刚冒出来的，大家在脑袋瓜里面以前啊，大概在因为今年是文资法修法啊，去年是40年，今年要迈41年，那个时候的文化资产大概只有想到什么古迹嘛哈、那古迹想到什么建筑，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的那个遗址它是在经类里面，那后来就大家就意识到说，这个建筑跟我们的这个遗址啊，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
特性什么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后来鱼子就从古迹里面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类。好，那刚刚馆长也有提到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展啊，其实是导览那个这一次的展，它有让大家去认识一下陆上的跟海水下的文化资产，哎，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记得哈，那个时候在讨论这个水下文字的时候啊，就有特别去想到，因为文字法，我们那时候我们的文字法就是包括各类，包括有形无形的各个类，都在一部文字法里面，全部的重要的法条都在里面去做处理。那个时候就在讨论啊，那要不要这个水下文字要不要独立？其实，在联合国里面，它就是独立出来的。那个经过非常多次的讨论之后，就发现这个陆地的那个文化资产、考古文化遗产哦，考古遗址跟水下文化资产，它是非常不一样的概念，它包括它的保存方式、展示方式，通通都不一样。所以最后我们开展地干就有一个在2015年，刚刚馆长有提到，2015年水下文化资产保存法就正式公布实施。这代表什么？代表水下文化资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资产的一个类哈。可是因为它刚开在出来的时候，你现在很短时间嘛，大家其实现在很多人对文化资产其实概念也不是很大家都很精通，那更何况是水下文化资产。那所以我们文资局呢，就在这个部分就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把水下文化资产介绍给大家，让大家认识我们台湾地区的水下文化资产。尤其我们刚刚馆长提到是一个海岛嘛，所以其实我们在我们的附近的海域里面有非常多的水下文化资产。那这些水下文化资产，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跟心情去看待它，就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就从去策划了一个，一开始是水下探索号。那水下探索号，我们在八个县市有办了很长的八档的展览。那这个展览哦，大概有百万的参观的人次，那反应非常的好。那所以我们就接续办了一个刚刚馆长有提到，是我们跟科博馆合作的第一档合作长水密区哈。那个展其实就比原来那个展又更进一层，所以它有互动式的展示方式。那互动式的展示方式，我想对大部分的民众就会比较喜欢了。那个展其实效果也非常好。那现在就是接续我们再一次的要谢谢我们那个特工馆哈，继续能够跟我们合作哈，由特工馆来策展。今天待会可以进去探索的前行探索台湾哈。那这个展有分五大展区，那我们也等一下会有我们这个策展人来做一个导览哦，那应该是最棒的导览者了哈，所以大家等一下一定务必要留下来跟着去哈。那刚刚馆长也有提到，就是说这个展从今天开展的之后，会一直展到4月5号嘛，那中间有两段很长的假期哈，那也希望是大家能够把那个这段假期能够把时间空出来，然后我们到我们客工馆这里来认识我们的台湾的水下文字哦，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觉得这个展有趣、好玩、有内容，会有收获。好，那这个展之后我是觉得这个展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就是因为这个展它整个展场的内容还有它的方式，其实根据我们的这个展场去特别去规划的，所以它就是这样的展品、这样的展出，它最适合的场地就在这里。所以你要看到这个展的最好、最有效果的展，就是一定要到我们客工馆来。那当然，他之后还会到花莲啦、台南啦，还会回到文资局哈。可是因为那个展览场地哈，它不是为他量身定做，它是移展的概念，所以也许它的效果就可能就不会有这么的好哈。所以真的非常推荐大家，真的要把过年期间也好，或者是2·28假期也好，或者是4月份的，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能够希望学校的老师带着学生哈，带着同学，刚刚馆长有提到嘛，108课纲，其实对这种在地的这个学习哦，其实是希望在学校里面去做推展哈。那我也觉得家庭里面哈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这边，一起来探索台湾的水下文化资产哈，
好，非常的希望大家能够在过年也好，年假也好，都有一个很好的文化之旅哈。好，那下个礼拜就要过年了嘛哈，那在这里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大家。谢谢主秘，也就是特别去想到，因为文资法，我们那时候我们的文资法就是包括各类，包括有形无形的各个类都在一部文资法里面，全部的重要的文条都在里面去做处理。那个时候就在讨论啊，那要不要这个水下文资要不要独立？其实，在联合国里面，它就是独立出来的。那个经过非常多次的讨论以后，就发现这个陆地的那个文化资产、考古文化遗产哦，考古遗址跟水下文化资产，它是非常不一样的概念。它包括它的保存方式、展示方式，通通都不一样。所以最后，台版地方就有一个在2015年，刚刚馆长有提到，2015年水下文化资产保存法就正式公布实施。这代表什么？代表水下文化资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资产的一个类哈。那可是因为它刚开在出来的时候，你现在很短时间嘛，大家其实现在很多人对文化资产其实概念也不是很大家都很精通，那更何况是水下文化资产。那所以我们文资局嘛，就在这个部分就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把水下文化资产介绍给大家，让大家认识我们台湾地区的水下文化资产。尤其我们刚刚馆长提到是一个海岛嘛，所以其实我们在我们的附近的海域里面有非常多的水下文化资产。那这些水下文化资产，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跟心情去看待它，就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就从去策划了一个，一开始是水下探索号。那水下探索号，我们在大和县市有办了很长的八场的展览。那个展览哦，大概有百万的参观的人次，那反应非常的好。那所以我们就接续办了一个刚刚馆长有提到的是我们跟科博馆合作的第一档合作长水密区哈。那个展其实就比原来那个展就更进一层，所以它有互动式的展示方式。那互动式的展示方式，我想对大部分的民众就会比较喜欢了。那个展其实效果也非常好。那现在就是接续我们再一次的要谢谢我们那个科博馆哈，继续能够跟我们合作哈，由科博馆来策展。今天待会可以进去去探索的前行探索台湾哈。那这个展有分五大展区，那我们也等一下会有我们这个策展人来做一个导览哈，那应该是最棒的导览者了哈，所以大家等一下一定务必要留下来跟着去哈。那刚刚馆长也有提到，就是说这个展从今天开展的之后会一直展到4月5号嘛，那中间有两段很长的假期哈，那也希望是大家能够把那个这段假期能够把时间空出来，然后我们到我们科工馆这里来认识我们的台湾的水下文资哦，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觉得这个展有趣、好玩、有内容，会有收获。好，那这个展之后哈，我是觉得这个展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就是因为这个展它整个展场的内容还有它的方式，其实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展场去特别去规划的，所以它就是这样的展品、这样的展出，它最适合的场地就在这里。所以你要看到这个展的最好最有效果的展，就是一定要到我们科工馆来。那当然他之后还会到花莲啦、台南啦，还会回到我们资局哈。可是因为那个展览场地哈，它不是为他量身定做，它是移展的概念，所以也许它的效果就可能就不会有这么的好哈。所以真的非常推荐大家，真的要把过年期间也好，或者是28假期也好，或者是四月份的，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能够希望学校的老师带着学生哈，带着同学。刚刚馆长有提到嘛，108课纲，其实对这种在地的这个学习哦，其实是希望在学校里面去做推展哈。那我也觉得家庭里面哈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这边，一起来探索，一起来探索台湾的水下文化资产哈。好，非常的希望大家能够在过年也好，年假也好，都有一个很好的文化之旅哈。好，那下个礼拜就要过年了嘛哈，那在这里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大家，谢谢主秘，也祝福哦。
轻轻的放在我们的灯柱上方。那我们也请长官贵宾，我们现在可以先留下一张精美的照片，看向台前的摄影机。这里。OK， 谢谢。那我们左方的媒体朋友，我们请长官看向左方的相机。好，接着我们转到右方。OK， 回到中间，我们先比个赞，好吗？一二三，赞！好，那现在请我也要邀请现场的好朋友们，待会跟着我一起倒数三二一，倒数完之后，也请台上的长官贵宾按下这次的启动按钮，启动我们的特展影片。OK， 我们手放上来喽，预备备，开始。往前平举好吗？告诉大家我们守护水下蚊子的决心啦，谢谢。 OK， 那我们右边的朋友，我们请长官贵宾看向右方的摄影机，谢谢。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OK， 还有没有媒体朋友需要捕捉画面的呢？ OK， 左对，我们这次是第二次哈，这个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很荣幸的哈，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我们文化部文化资产局合作，我们一起来这个规划推动这样一个水下蚊子的一个保存的展览。那我们上一档在110年推出的时候，长水秘趣哈，其实得到很大的回响了哈。那我觉得这是刚好结合我们两个机关构的一个特质，我们文资局其实在文化资产保存方面一直以来不遗余力哈，也有非常丰硕的成果。那在专业、在学术方面都有很好的一个成就。那我们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在应用科技展示的方面，其实这么多年来有很棒的一个累积的量能。那这是我们两个机关构能够合作哈，贡献出彼此的专长。那我们第一档刚提到那一档特展，在本馆、在其他地方巡回都得到很棒的一个回响。那也感谢哈文资局后续也再接再厉，继续跟我们合作这第二档的特展。那刚刚这一档特展在开幕的时候，我们馆长跟那个林主秘都有跟大家简单的说明，其实是延续第一档特展的一个特色哈，就是强调互动，然后艺术、人文跟科技的一个结合，然后从不同的角度让民众认识我们台湾，其实在四周环海的一个大地环境之下，陆上的一些人文、陆上的一些常民的生活，其实跟海洋是密不可分的。我们这一次这档展览，除了我刚刚跟大家提到的延续科技的一个特色之外，我觉得在人文、在艺术的方面，我们都比第一档展览更加的精进。还有这边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报告，我们也为了增加民众参观展览的一个丰富度，跟大家的一个经验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发现，我们这一次也规划了一个这个 LINE 游戏哈，透过 LINE 的这个软体，大家进场的时候扫描一下，其实在整个展场里面，我们安排的一些寻宝点、解谜点，大家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游戏在参观过程中更我觉得增加了它的一个趣味性，那也让大家参观完展览之后，我觉得学习的这个效益也会更加的提升。谢谢。那个刚刚也稍微有提过就是这个遗址啊，它有分陆地的跟水下的。那这以前的两次的非常精彩的展览啊，其实都是大概就是以水下为主，所以在那两次的展览里面，我们大家会看到的内容就是水下文化资产。那这一次非常的特别啊，就是把我们可以在展场里面可以去看到有陆地的跟水下的文化资产啊，那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哪一些不同。
好，那你除了就是说除了他们可能是场域不同之外，比如说我们要去做探索的时候，你可能会碰到的环境，你使用到的工具，还有是你的装备哈，或者是你在那边要注意的事项，其实都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这一次的展览哈，其实它透过这一次的展览，把这个讯息其实传达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这次展览除了刚刚副馆长讲，它是延续上一期的这个互动式的，然后透过这个游戏呀有趣的哈，让民众来这边透过玩的方式，然后去学习到相关的知识之外，这一次的展其实也同时可以一次的能够去看到陆地的考古遗址跟水下的文化资产，它有些哪一些不一样。但是文物的话，因为我们这一档展是要讲水下文化资产跟日常生活的一个连结，所以我们的文物选物的方面都是会选跟日常生活有关系的一些器物。那还有就是这是真品文物的部分，那如果是我们做3D 列印的部分，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去选择。那我们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希望它跟路上或是日常生活有连接。那因为这些船只它带过来的文化，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嘛，所以我们有一个展项，它是用图像感应的方式，我们的图像木牌上面的图像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这些水果啊、物产啊，然后我们会告诉大家说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那如果说它是它是其实它是外来，但是如果船只沉没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变成我们的水下文化资产，所以它希望借这样子来跟我们的生活做连接。那比较特别的文物的话，都是小件的，我们有一些小的汤匙啊，或者是玻璃的这些文物，或者是陶器这样子为主。那有一小柜的那个文物的展柜，大家可以待会可以去看一下，这样子是真品，年代久远啊。比如说它有一个罐子，那它因为现在是它的研究还在继续中，那罐子里面的东西就会被去就是研究它到底是什么东西。那研究人员可能它的一些数据、一些测试或者是一些研究之后，可能觉得它可能是朱砂罐这样子。对，那一般日常常见的就是汤匙，或者是我们那些玻璃杯这样子。对，就是这些日常生活用品。对，是我先讲气球好了。气球呢，它是文物出水的时候，因为水下的压力跟陆上不一样，所以它文物出水的时候必须要用浮力带的原理，让文物可以从水下上面出水。那如果是我们陆上考古的话，我们就是用那个一般就是可能放在方格栏里面就运送到我们要研究的地方。但是水下考古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它是必须要用浮力带来把文物出水带上来这样子。那绿岛一号这个故事的话，就是说它跟绿岛一号这艘船吗，其实它不是一艘真正是什么船，是我们在那个地方有发现沉船的遗址。那它所谓我们在做水下文化遗产的这些研究的时候，当它的遗址前面有加什么一号、二号那一种，就是表示说它不是真正的船名，它可能就是在那附近有发现的这些遗址遗迹。然后我们用一号、二号、三号这样来命名，比如说将军一号、绿岛一号这个东西，那有可能之后有二号、三号、四号之类的，不知道。那绿岛一号就是说在那边曾经发现过这些就是有这个水下的一个文化资产在那边这样子。那它的故事回口头了。哦，那个中央船舶的话，我们也是希望可以做陆上的连接，就是说我们找到了就是跟台湾的陆上的相关的遗址遗迹，比如说它的庙宇、城堡、灯塔，或者是港口，这样子去做连接，就是知道让我们知道说水下文化资产它的一些相关的历史脉络，就是这些船在不同的时期它来到了台湾，然后它如果说在过程当中遇难了，它就是沉在海底下。那如果是他顺利就是有到岸上的话，他为我们带来的就是这些生活的影响。那我们现代人要去找到水下文化资产的话，我们可以从陆上这边去连接，然后去探索水下文化资产它的历史脉络，可能它我们会更了解它的一个珍贵性跟重要价值。那我们就有选了一些北中南东各个不一样的景点，比如说我们有找到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水仙宫这个部分。那水仙宫其实就是因为讲到古代的人们因为技术不发达，他出海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
就是不确定的因素，他们就会有宗教信仰。所以水仙宫他拜的就是水神嘛。那水仙宫其实他早期都是在很靠近海水的地方，甚至船可以直接开到那个庙前面去，所以其实他跟水下这块的连接是非常深的。那人们也就因为这样信仰，所以其实他我们如果要去探究水下文字这一块的话，水仙宫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标，我们可以去做研究。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像凤港水仙宫的话，它就是因为那边的河道北港溪的河道一直在改变，所以它一直被冲毁又重建，冲毁又重建，所以其实那个遗址已经物换星移了嘛。那现在我们就重新把它拿出来讲，就是希望大家知道说，其实水域是会改变的。那水下文化资产，其实我们探究不一定是只有针对就是水下这边做研究，我们也要从陆上的观点来做切入，这样子。对，是，谢谢。文化部文资局，我是水下文化资产科的科长哦。我想我补充两点哦，有两点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展览里面有很重点，两个可以去看的哦。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出水的文物在这一个地方展哦。那从出水文物，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故事。那这个故事里面呢，特别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因为什么样的材料，我们要去判断它是来自于哪里的船，它的年代是什么。所以你看啊，我们里面有一些文物啊，它是那个建材，那个建材呢，它来自于中国大陆到台湾，它在清朝的时候进来很多。那时候我们台湾很多的古老的庙宇里面都是用中国大陆的建材，这里面也看得到。然后第二个重点是啊，我们台湾海峡在我们整个历史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航道。这些航道里面，它有很多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台湾有很多水果、很多吃的东西，它是以来自国外。像比如说，我们刚才我们南部人常常是讲回照是什么？是萨文。萨文这个字，它是来自于外来语，它是来自于外来语。像我们在讲的番茄叫做甘妈比，它事实上也是外来语，它带进来的。那这些里面呢，我们外来的东西这么多，它是什么原因造成？它是一个重要航线，也因为在台湾海峡是一个重要航线，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沉船，它在全世界沉船的密度绝对是第一的。那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沉船，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水下文化资产，就变成说我们为什么要推这个展。那这个展也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台湾海峡还有我们整个台湾周边的海域里面这一些内容，我们要站在全世界第一个保护水下文化资产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也是我们现在要努力的。谢谢各位啊，谢谢。